Hello，大家好。那继上次用钻石来刷，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值得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就是要用抽卡的方式，然后养卡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是先，因为我们现在装备箱是爆的，那我们就是先把它弄掉。我们先就是先把它吃掉哦。自动选择，我们自动选择，然后再来，就是我们就是把卡刷掉这样。那我们赶快把它刷掉。来空出这个空间。我们给它升级一下好了，然后继续来，这样吃比较快。OK 啊，剩下应该都国家队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试第二种方式哦，就是抽卡包。我记得我蛮多教练包的，初心者教练包。我们先，好，我们这次是先抽卡包，那我们下一次就是用。就是我们就是。哦，这个是需要宝石，所以就是一样是初心者教练包。那我们先抽这个免费抽，啊，我们一样就抽卡包来刷哦。啊，我们也是要比较一下自己身上的卡包比较有机会可以抽到，还是商店的卡包比较有机会可以抽到。我们也是来实测一下，好不好？实测进来，王牌教练包开抽，全属性这个不是联名线，那好再来。再就是我们的卡包了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难刷的哦，蛮不简单的啦。但是真的，你有没有争斗真的很多，你碰上莱弗利真的是一定要把它弄掉了。哇，都是这个，没有，没有。我选的这个是不是怎么都没有那个啊？我是不是看错了啊？哦，有了有了。不是。没有刷到，我们下次继续刷。钢铁护盾，全属性，激励手背强化，正面对决，没有，正面对决全力挥棒，打击精神，打击强化，还是没有，哦，这个不是，钢铁护盾，哇，怎么都难说。激励吐槽没有，我们就是打算把我的这个所有的教练包抽完，好不好？这一次看能不能抽到。吐槽、冥想、体力恢复、体挥好像可以耶。我体挥先修一个，我再想一下，我等下保一个体挥好了。那个体挥的我先保。
有吗？这不是，没有。激励选球强化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哇，真难说。没有，有吗？火球精神强化，还是一样没有？都没有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我觉得真都是一定要刷的哦。哇，应该是宝。那我们继续来。那为什么要刷真动呢？因为打到后面真的，我之前真的是遇到一大群的。来福利哦，所以就是好不好？建议大家就是遇到你就是能把它弄掉就把它弄掉，这样子打起来会比较自在一点。我看一下我那个，算了。体会那个就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就把它吃掉吧。我吃那个卡好了，吃那个鬼的，就吃那个数值高的，这样比较不会。然后我们今天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那个啦，把我们的，把我们的卡包全部抽掉。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等我看啊，现在在拍影片，那就是赶快合一合。我应该喝掉，好，那我们继续再来，好不好？永不放弃，狂，继续刷。没有，激励吐槽，这个没有。我们卡包快要抽完了，没有，应该抽100多包吧，目前还是没刷到，剩下22包，之后就是花钱来抽了，没有，感觉没什么希望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。哇，真都超难刷的。冥想机里没有，剩下只有2包。哇，还是没有。好吧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就是目前还是没抽到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会抽这个，用那个，直接去市场上抽，看能不能几率会不会高一点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频道可以按个赞，然后一个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